当男星戴上耳环，黄子韬、华晨宇还好，看到王一博妈妈我恋爱了。娱乐圈中明星众多，他们在镜头前会尝试很多的造型，相信喜欢追星的小伙伴们会发现，娱乐圈中不少男星都戴过耳环，所呈现出来的效果很突出。本身每位明星都是有自己独特的气质，拥有着高颜值，时尚度都是很高的。瞧见上图中黄子韬这个造型，精致的妆容搭配耳环的效果，帅气中不缺少优雅。喜欢华晨宇的小伙伴们会发现，画画其实挺喜欢戴耳饰的，各种款式都可以轻松诠释出效果。瞧见上图中花花这个造型，无论是糖果造型的耳环还是铁链造型的耳环，整体所带来的效果都很帅气，还不缺少童真。王一博尝试过很多发色，搭配各种精致的妆容，戴着不同款式的耳环都不会让人感觉很凌乱不搭调的效果。瞧见上图中他戴着很少女款的耳环，转头看着旁边人的时候太上头，不少网友看到后表示妈妈我恋爱了。